れの未来に乾杯。カモンチェケラッチョ。バカ野郎この野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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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バカ野郎この野郎、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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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カ野郎この野郎、yeah.バカ野郎この野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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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摄像机应该说动动动动动哦摸起来了看一下对面改了个什么名字啊哦改了个小李你要飞天的话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就看我从这边，你看他很急，一个很急，有点小，我也急，就是有点飘，有点飘。哇，李哥，好，完了，敢连吗？可以啊、哦。哎，李哥，剧本不是这样的，有什么剧本？我跟你讲，没有剧本，全凭技术。对，全凭技术。哎呀，李哥不替。啊，通灵洗手，替身没有骗出来。好，写完了。哦，按反了。嗯，哎，给升级了。哇，还好还好。这个大家看能不能斩杀掉，差一点点。肯定死，必死。哇，底下的奥义，是的，这个奥义不就是还蛮帅的？我感觉真的好像拍错了。主要是新加了他的好朋友早机。嗯，好像拍错了，好像你拍错了。应该听不到。哎，带散的百豪音啊，李哥去看看。李哥好心机啊，直接带个解说团。对不过，替身就通灵。哇哇，危险！先去其他地方。马上了。还差一套平 A， 这个奇亚比不太适合那种就是喜欢二 A 三 A 的朋友，可能就要改一下，因为你用二 A 三 A 的话，最后那个脚踢打不到人，进化不了。替身李哥要交通灵，我直接踢啊！机会，对，我要走，早起来，开大，哇，这么细节吗？奥义，好在说就是这个武器，就是我的演技非常的好，对，无影无声，很自然。感觉知道是谁刚刚一开始，你们走到了。我要特意提醒一下你。好的。不知道刚刚是谁，我不得不说，最早的剧本根本不是这样的。对啊，对，我们而且刚刚是谁一开始说了说不需要剧本，全凭技术？请问技术呢？技术何在？哦，要展现技术了吗？你这
我想说太阳城不要客气，快骑直接给他来个穿三，快跑骑，哎漂亮，好走位啊，看怎么说、nice 霸体车，你的直接放通灵啊，没有马上、我有霸体，顶手霸体，嗯，哎你哎，哇李哥强化了、强化了，是我的替身了，是我的骑了，哇，是我的哇，强化大招，看看能不能有一波，哎呀，哎呀，好眼、哭了，哭了，哎呀，失误，失误，哎，我没有想到这里会哭，我还挺期待他穿三的，没想到真的，失误了，人情世故，要拙劣一点，打的不是比赛，是人情世故，失误了，不错，这个二 A 好像会掉一样的，让我都有点害怕，来看看新人都看，帅不帅？这波预判。你跟剧本说的不一样，剧本应该是防白令大蛇。哇，直接交熊猫了。不好意思，李哥，我有闪电。哎呀，完了，我直接白鸡之术。被打断了，是不是？有个小前摇。对。哎呀，哇，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Y 轴的这个范围是很大呀。完了，就炸起来。丢了。好骗。没流程。是。哎呀，这怎么 A 空了？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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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看不下去了，李哥好强啊，还可以，可以了，我必须不需要你演了，我走了，真的吗？我这样开过来哇，通灵也白交了，你还放闪电，不会一箭成功呀，但这个时间，哎呀哎呀哎呀，完蛋了，李哥哎呀，好像不太好演了。哎呀，这一口火过去，我但但也不一定，他有霸气冲刺，李哥抓一手，李哥一定会开冲冲的。太阳城老师就抓一手，不用抓，一口火直接虚化抓掉。哎呀，你这玩剧本来，哎呀，完蛋了，失误也不会演。哎呀，我的方向键，哎呦，哦，太可惜了，方向键失灵。啊，我怎么按不了替身啊？你按替身，哇，我按了。哎哎，我按不出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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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一局更加。然后我在反手通灵，你怎么办？哎呀，完了，这是真的完了。哎呦，不是我刚刚真的按不出来。那这波再拿一个豆。我觉得这时候忍战奇拉的心想：放过我好吗？求你们了，放过我吧！哎，跑出去了吗？我溜了，跑出去了是吗？真的？对，看中间的我就知道他们应该是溜了。哎呀，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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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惜了！我们俩演技好像还好一点点。对，确实太可惜了。你们毕竟经验丰富。